拿苹果给它卸浆去皮，给它切成小颗粒。加点红萝卜颗粒，里边加点白糖，加两勺糯米粉，给它搅拌均匀。里边加一点点温水，再下手给它揉成面团。这道可以给它揉光，锅里抹点油，抢住这面团，给它团圆。在南边下锅炉，盖上盖子，中火了炉两分钟，掀开看看，翻翻面。盖上盖子，再烙两分钟，再给它翻翻面，这都可以出锅。看咱这糯米苹果饼，香甜软糯，可好吃。